你要不要忍耐一下大拇指？我身上现在应该至少是才有快3亿。你是要给3亿哦？对啊，就是我想给谁就给谁。你要不要忍耐一下大拇指？我一直都是啊。不是，要一起住，那照顾到我到终老，我会就给你1笔遗产，是你的创业基金。但是我又不是为了你的遗产。不是为了我的遗产，但是你这样做是我孩子，我还是会给你啊。你要不要考虑？你一辈子可能赚不了那么多钱。那个遗产是我这辈子赚不到的钱，一定赚不到。我身上现在应该至少资产有快3亿。快三亿，你这三亿要好好运用。就是我想给谁就给谁啊。你是要给3亿哦？对啊，就像我不想给我家人，因为我家人都有68坪的豪宅。交给我，三亿交给我。我们怀念他。我的告别是我也要秒杀，不秒杀我会死不瞑目。我的爱徒们，罗志祥你要回来，不是唱恰恰舞池就唱精武门，那王心凌就给我唱爱你。现在我要来体验我人生必走的路，我炸了。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定做这件衣服，但一直没有让大家看。我本来在淘宝找了10几个那个领结，但我都觉得我不是很喜欢，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台湾的名设计师做的，这就是我人生最后的一套大礼服。如果等一下发生紧急事件，有身体要吹，请你左边吹一下，不是啦，我不吹吗？敲门，请坐好，准备关门。音乐请下。我们怀念他。先生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需求？小冬瓜，这不是我要的音乐，这样大家会难过。放我做的音乐，知道吗？好，可以，好，关门，关门。好的。请问一下，有什么需求呢？我还没有交代遗言啊。哦，这个暂停。这不能用，就这样。哦，不能用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您别别走，想到你看我几都不爱海，什么姓陆的，什么姓余的，什么姓陈的，你们小孩都20来岁了，欠我的钱都不还，我要化成厉鬼，晚上到你家烧你的脚跟。但对于爱你的人，有没有什么话交流呢？不要办告别式，如果你们真的要办，输人不输阵。我的爱徒们，罗志祥你要回来，不是唱恰恰舞池就唱精武门，5566你给我唱我难过，信乐团就死了都要爱，那王心凌就给我唱爱你， KY 你就可以唱勇敢去爱，7朵花你就给我唱拜金女郎，亲朋好友、爷爷圈的好友要回来都可以，我只限定你们只能一首歌，因为太多了。那我新媒体的好朋友，你们一个人只有20秒录 VCR， 说孙总可爱的地方，现场绝对不可以3鞠躬，一定要开开心心。你们这些人办演唱会都可以秒杀，我的告别式我也要秒杀，不秒杀我会死不瞑目。你有什么忠告想要给活着的人？人生啊，就豁豁达达，不要想害别人。那我们自己开心的过日子，奉献现在所有的年轻人，好好的珍惜你身边所有的人，不要等到他不见了你才难过。就像我一辈子最开心的是我没有欠过任何人，都是别人欠我，所以还钱啦、啊、再见喽。赶快醒醒，这世上没有奇迹，赶快看清，别中了他的迷魂计。如果给你一颗人生重来药，你又会做些什么？这一辈子人生我觉得非常精彩，我要奉劝所有的朋友们，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压力，有压力你才会进步，不要逃避自己，不要永远在怨天尤人，没有用。就像孙总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一生，不是很好吗？我自己都觉得超级可怕，你看已经都裂成不成人形，这水壶哎呦烧成这样，像蜡烛，所有东西你看都融化了，是不是觉得很可怕？所有都是烟的痕迹，怎么会警报器没有响呢？平常我自己的家里已经有2个滤水器，但是一定要烧开水把它烧开才敢喝，因为我的房间你看是在最后面，离厨房最远，而且我们家隔音算非常好，
所以每次我煮开水，我都会特别告诉自己要记住时间。那昨天可能我就忘记了。那早上 Ada 来看我，就是他会送饭，他看到整个厨房已经都冒烟了，烧的几乎已经乱七八糟了，他赶紧先关瓦斯，所以我现在在测瓦斯到底有没有外泄。我先让各位看一下现场的状况，烟烧成这样哦，这都是玻璃哦。那为什么我的警报器没有响？很奇怪哦，你看下面是多么的可怕，你看下面都是爆裂物哦，我自己都觉得超级可怕，你看已经都裂成不成人形，这水壶哎呦烧成这样，像蜡烛，所有东西你看都融化了，是不是觉得很可怕？所有都是烟的痕迹，怎么会警报器没有响呢？各位可以看看，这是旁边的浴室哦，都充满了灰，所以表示多严重哦，你看是这样过来的哦，是转一个大弯都有这么多烟，所以表示烟是很大的。各位粉丝也绝对安心，净水器装好了，等一下瓦斯炉装好之后呢，也会给各位看，这个有定时装置，但孙总已经发誓不煮开水，最多只有煮煮泡面、煮煮宵夜、煮煮水饺，煮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一定都在客厅，我都会坐在这个位置，不会再发生一样的事情。来，哇，我的瓦斯炉，你看，所以本来说玻璃还是不锈钢，让我选择，我还是选择玻璃。三位一定要来看这个，我一定要跟各位介绍这个。你看什么？等一下，不是 Toto 免治马桶才会有的装置吗？就是我们打开之后啊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去选择。好、哦，按第一个就是定时，特定可以由哦这边转，对 对, 對。那时间到它就关掉吗？对，这个出来多久了、啊？有一个时间，五年前还没有吧？没有。所以我五年前买的这个房子嘛，所以它付了就没有。不是孙总不学，没事谁会去看瓦斯炉？当然要发生事情，你才会去研究又有什么进步的东西。还有十七秒，我们等一下来看它怎么断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关掉了，就不会空烧了。那他的付出之路，我觉得他绝对有机会，因为这个行业缺有才华的人，而且最好赚。老实讲，不演唱会开到你，他钱都赚到你。那时候他不应该用性骚扰三个字来攻击我的人格，我没有做，就是没有做，所以我认为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上次呢，我们来这边是表演一些比较懒惰舞。这一次呢，默剧，很特别的默剧，就是四大天王的一天，从起床到醒来，刷牙、穿裤子、穿衣服，看了就知道。啊，刷牙洗脸。我觉得还是要做正确的事情，所以当下我自己告诉自己，我不要参加这件事情，我绝对不要。那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。这让大家到现在真的释怀了吗？很痛，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，他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你把他当自己的孩子。